姐妹们快看做的是什么，根本无法拒绝这种古风盲盒。看一下这九个，哪个更深得你心？约一个隐藏，好可爱。这个是捣药小兔，我女儿好乖啊。小书童，篮子里面有两个卷轴，养了一只小仓鼠。哇，这个是封面款，感觉实物比这个图更可爱。永生猫啊，哇，这个好好看，像那个敦煌飞天，头戴玉兔，手拿琵琶，生气的样子这么萌。你惹我算是踢到棉花啦。木鹅妹妹和樱桃妹妹，连鞋子上的小球都是植绒的，看背影就知道是甜妹。斩香仙子，这是真的公主吧？自在江湖，手上拿着糖葫芦，还是被咬了一口的。怎么把大龙菊给吃了？发现熊猫了，好可爱的揍人妹妹，这么多造型，你选哪个？